林浩清最是宠爱花花，可是有一天晚上，林苍南找到林浩清，让他杀了花花。林浩清不肯，挨了秦叔一顿打之后还是不肯。林苍南就对他说：“花花和季云河之间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”兄长，兄长，救救我！ 兄长，救救我！父亲不要，不要求你了，父亲。浩清，唯有强者才有资格保护珍视之物，选好了吗？ 云鹤，别看林浩清难过的大病了一场，醒来之后整个人阴沉了很多。可林苍兰还不满意。 我和花花其实都是训练林浩清的工具。林苍兰说林浩清太过软弱，花花的死还不够。之后，你要趁机把他推下去。林苍兰让我带林浩清去一个洞穴室里，那洞穴中有个灵蛇谷，他让我将林浩清推下去。 那是我第一次寒霜发作，我没有答应，熬了两天两夜。就在我快熬不住的时候，林苍兰对我说：“即便不是我。” 也会有别人来做这件事啊！我接下了契约，从那刻起，我变成了林苍兰的提线木偶。我本来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，我以为林浩清会因花花之事记恨我，不愿随我入山谷。可林浩清却说。 一切并非我的错，说这件事里还能让他寻到一点安慰的，就是至少他保住了我。因此，他毫不犹豫地随我入了山谷。云鹤，别怕，有兄长在。我那时候就明白，林苍兰想要一个心狠手辣的儿子，林浩清一日没有变成他想要的模样，这样的事情就一日不会断。所以，当林浩清再次伸出手向我求救之时，我做出了选择。凭什么你一出生就注定拥有万花谷谷主之位？我就只能做你的跟班。林浩清，你就待在这里吧。 从此以后，林浩清仿佛就死在了那个灵蛇谷。他被救出来之后，就好像被毒蛇附身一样。浩清哥哥也不复存在。我一直觉得我做了正确的选择，因为从那以后，林苍兰再也没有为难过林浩清。可是长野。
当初我的选择却害了你，害你失去余伟的人其实是我。别想这么多了，摸一摸就不疼了。想哭就哭吧，在我面前不需要伪装。国主，齐云河怎样了？这一次硬扛了三日，几乎冰封，竟也不肯服输。不过服下药之后，很快便恢复了七八分。静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不准再这么摔我。我只想帮你而已，你把我屁股都摔疼了。嗯，洛洛，长衣断尾，灵力耗损过多，现在很虚弱。我想把他留在我这儿静养。对外就说我要教他一些面对仙姬的礼仪。你把咱们的灵石全部拿出来，跟长老们说说情，守卫那边也行个方便，挪个地儿看守。那好吧，但是就怕他们怕事，不肯配合。那就要问他们，如若鲛人有什么闪失，顺德仙姬问责下来，他们是否担得起？哦，对了，灵石还是留下一部分来，还得给长衣换一些滋补的灵药。好吧。不对，我们的灵石就这么点儿，一部分给长老，一部分给他，那我们自己的呢？哎呀，云鹤，不要！你要看我们的仙脑变成泡影吗？现在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吗？季云和你变了，我跟你说。其实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仙岛，而是一起踏上岛的人。从前有你，现在也得捎上他了。无论第三轮生死胜负，我一定会带他离开。